不要啊，你快死啊。真香，哎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王。今天我们一样要来介绍这一款疯狂的酷酷魔。我们这个实况组争霸赛也即将迈入我们这个尾声啦。今天将是我们的最后一战，当然八点半要对战的那个人就是我们的突袭天籁美声蛋卷。希望呢，跟八点半前跟蛋卷对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再扩张我们的角色池。我们现在有一个这个活动哦，这个活动有这个勇士招募。1200宝石必得一只传说勇士，那有机会可以抽到这是最新的幻雷萨满。我今天应该用这一对啦，跟大家讲一下我这套流派，很简单，真木关尽量跟武者合成，然后想办法让自己的这个角色更多，然后教官稳稳的把守墓人给强化上去，然后雄鹰头毛手就是有缘分出现打一个疯狂 AOE， 好结束。然后我们每一周都还是会有这个，大家如果来看台有玩疯狂的酷酷姆的。可以拿到我们这一个推广码，我们这个推广码是 KKKKWQE， 然后至于怎么输入呢？左上角头像点进来，兑换码输入，好就可以拿到这个游戏的虚宝。我先想办法把我的头毛手升到八等，好不好？我就不信我今天一样抽不到头毛手。我跟你们讲，我之前到现在至少按了这个三十几次，他就是不出来。我抽这么多次了，到现在还没来，今天该来了吧？我要认真黄色。我的烈焰头毛手也觉得，这只蛮强的，这只强的，但用起来难度有点高。拿着长矛，帅气的身影，疯狂 AOE 爆发，就差。好了，还有四只啦，好不好？不可能没有雄鹰啦，一定有啦，谢谢大家。哎，琴师，这只是新角，他都八等了。我的雄鹰头毛手从第一天就是七等，到现在还是七等啊。而且这只还是厂商宝宝给的，不是我自己抽的。飞头头毛手会 up 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刚入坑的时候他是 pick up， 我就是雄鹰头毛手刚出的时候入坑的。好啦，剩两抽，请谢谢的。哎，菜鸟不错。你们知道吗？大王永远都会创造奇迹。真正的高手，这里海底捞月跑出那个黄色的男人雄鹰。这两个月他还是没有变强。来，卷卷，我邀你。哎，我先研究一下你啊。你的代表角色是那个巨像吗？所以你等等你要扮巨像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巨像巨师本人，你是不是素质很差啊？中文这种素质差的，一直砸人家。你等一下就知道我素质有多好了。让我看看你的素质啊，卷卷。来，我告诉你，我是英勇头毛手啊。来看看我的实力。其实头毛手很康特我呢，我上一次就是被头毛手撸爆，我一场都赢不了。你反到底是谁会反头毛手？你不要骗我！你上去了。不要说话干扰我，不能思考。没有啊，那你不要好啦，那你答应我，我不说话干扰你，你不要唱歌干扰我。啊，你说的哦。但是我真的看我扛不住了，那也没办法、哦。你说的哦，你说的哦，不能唱歌干扰哦。哦，卷是打一个干扰流哎。卷卷就是那个一直砸石头，然后让这世界感受痛苦。哎、欸，不行不行，我发现我撸不过去，我得使出一个新招了。来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可能要下一把才能表演呢。不会那么快啦，你还可以啦，你苟得住啦。还是我等等加入你啊，我们一起来砸石头，五分钟一把。哎、欸，你不能一直砸哎、欸。那怎么办？我好像不妙嘞。这只能这样呗、欸。啊，我这里快卡。OK， 还能骑我？我们两个差不多。哎、欸，我完了。哎、欸，你先倒。我猜完了， yes. 我全部 all in 进去了。活下来喽！哎、欸，你吹剑手十等对不对？对啊对啊。你吹剑手，哦哎、欸，你知道你更凶了呢、欸？你怎么放了中末塞、欸？你刚好放中末塞吗？没有啊。欸、靠背，我打错人呢、欸。我就想，哎、欸，姐姐，我换一下组合。我们来一把更刺激的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刚一把太久了。我们三十秒结束一把吧。怎么可能？因为我也把你的巨像放上来。哦，你说我们两个就一直互砸。没错，看谁比较会砸、啊。是不是啊？那你看我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啊，怎么这样？我跟你讲，要是看到一个撑之舞的话，其实很烂哦。没错，你看我。真的。来喽！连续三发，砸啦！你太猛了吧！你把我砸光了，你。你
这两只吹箭手。哎，你现在好像一星的，哎，找到对了，漂亮！啊，你很会追啦，炸到你啦，吹箭手！哎，你脸好像，你要不要躲掉你不行？哎，你刚刚是有躲掉对不对？对啊，我刚躲你两发，然后丢你三发。好猛！再见了，卷卷。Case。好啦，卷卷，我觉得守墓人太强了，我觉得不能放那一只啊，我换一个流派。哎，你的敌毒好硬哦。小心太正。哎呀，那个我的真木关嘞、欸！手速，我还能起舞。没有办法换啦，手速不了啦。我的输出去哪了？头毛手加油！哎、欸，让你看我的头毛手的实力啊！你头毛手要射起来是不是、欸？没有，他好像射不起来。那我跟他射不起来了。他感觉射不太动。没事，狗分，一直砸，一直砸。看你先死还是我先死？我全都没了，你是跟我一样，你是跟我一样。没错，看谁先死。你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不要啊，你快死啊！我好像不妙了。怎么可能不妙啦？真的不妙啦，要死一起死。要死一起死，卷卷，看谁先倒！冲啊，我的帝都！我四只爪王！凤凰奇遇！好诶 ，nice！ 好，最后一把吗？要再一把吗？再一把吧。那我就赌看看烈焰啦。来，哎，我全输出呢。那你全输出，我咋打？请你砸我的烈焰头毛手。我现在好忙，我现在要控自己的角色，还要控你那边。我现在也很危险啦，烈焰头毛手。我好忙。哎，卷卷砸我一下吧。不要啦！砸一下我的头毛手啦！你不砸我要死啦！想办法看能不能弄到你的头毛手。他们一只三星，一只四星，他们是倒不了的。哎、欸，你这个完全弄不到，哎、欸，很猛哎、欸。烈焰头毛手缺点就是不敢乱动啊。对啊，不行，哎、欸，惊鬼大汉。说得好。哎、欸，感觉你好像快不行了。不行了，你头毛手感觉没升攻速哎、欸，攻速有点慢哦、喔。不行了，请你赶快帮他升攻速。好。哇，你有好多啊！你也太多了吧？哇，你一次升四等哎、欸。那没有用啊！你要相信你的头毛手啊，他们很棒的、啊。你啦，我觉得你在骗我。头毛手要没了。再见了，头毛手，我们怀念他。没有啊，这个太难了，因为要顾自己的数量，还要顾对面，我觉得这个这样太累了。没错，那时候换那个好像就是轻松。像我这套就是都看我，我没在看你。变能好了，那就谢谢卷卷啦。好、哦，拜拜。OK， 卷卷拜拜。好了，各位，我们最后今天好像10-1赢了耶。Yeah! 然后我现在玩的游戏这个。疯狂的库库姆，大家如果对这款游戏有兴趣的话，再来打进到好玩的游戏，或者是拿起你的手机或配的，我这个大楼贴旁边这里有 QR code， 可以开扫下载我们这个疯狂的库库姆。